我自己本身的声音是有点沙哑，就是会带一种沙沙的声音，就是开嗓就是比较不容易。那 后来制作人就问说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就是比较放开一点？我那时候就想到，我的真命天子，让我喝一杯吧。对，喝了之后呢，OK， 我整个人都灵魂都直接释放，直接出来，所以就后期都蛮顺利的。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讲两个人热恋的时候那种轰轰烈烈，然后眼里只有对方的这种感觉，就是在热恋期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。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就心里都是想着我的另一半。那我今天有带我另一半过来，就是在这里，我的皇家礼炮21年。对，那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都想着他，因为有一句歌词就是生命的真理，对，他就是我生命的真理。想跟大家说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在生命中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人事物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谈一段就是轰轰烈烈的爱情，然后有这种热恋的感觉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